台式电音舞曲搭上超跑，轰隆隆引擎发动声。建云寺建庙110年，观世音菩萨首度出巡，将近2000万超跑带路，现身新北板桥街头，吸引不少目光。展开帅气蝶翼式车门，走下车的就是冻龄女星胡佳爱，一身红白条纹长洋装，长腿若隐若现。之前在剧中的最美妈妈桑丽娜姐，怎么会出现在绕境呢？的那个过年期间呢、有5天就是活动，然后我就当他们主持人，然后大家就是认识了，很开心。我也有拜财神，然后觉得买房子应该也是财神也有保佑。哎，拢常常来阮庙，妈祖庙啦接应室啦，这届个邀请来安尼。我看过的人，拢袂放袂记。这个我确定无看过。顶着一头俏丽短发，剧中丽娜姐虽然暂时休息，不过胡佳爱戏外马不停蹄，还透露近身又可以足。近期丽娜休息中，期待未来其他的戏剧发展。可以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。那但是我最近有参与舞台剧，是王重振导演的，有吐司有财，所以我自己就是可能我不是那种买名牌包啦，买名牌那种。之前其实也有投资房子的这个经验，对，以前就是我会可能买房子，然后装潢之后再就是卖掉。胡佳爱透露，出道17年来，并不会疯狂买名牌包，而是扎实存钱。现在终于在大台北地区贷款入手30坪千万宅，一步一脚印，一圆买房梦。明日新闻又一项验身，谢报道。